住了。所以当然我们必须去练习，对，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接触这一点。就像我们在医院，我又不是医生，但是我对佛法有信心。医生不过是个助缘，医生也不会放弃病人，给他药，给他开刀。但是我代表的是佛陀的力量，为这个病人祈求佛陀对他的加持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成为一个媒介，身口意专心的来替他念个佛，念个咒，乃至对方不是在跟不喜欢听念佛持咒，你在安慰他的时候也是这个力量，因为声音随便你显现，但是这个心态是如此。那个时候佛的力量超过一切，你要有信心啊！这个世界哪怕每个国家都产生传染病，但是菩提心的力量不可思议。那这个菩提心的力量，你要透过你的悲心跟信心，各位才不会畏畏缩缩的怕我做不好，我讲不好，我念不好啊，那这样你就覆盖住你自己的自信清净的那一面。当然透过利他的过程，就像我很喜欢带大家放生乃至做烟供，因为你不会怕这些鱼啊动物，甚至各位做久了你也不会怕这些鬼到地狱，你还破地狱走普招亲，但是你就是要很认真。那连地狱你都可以打破了，这一个病人算什么？叫我演讲算什么？叫我表达思想，这个我都不会畏惧的。你要愿意啊！当然，这个信心是透过你的修，你有在，你每天都在练习。就像我们每天做排位回向，都很认真，很认真啊！当然，有人问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？”法师，我们在回向都没撒米，你干嘛撒米撒水？我说我要跟他接触啊，这个是对我是一个，你也可以不用做啊，你用心接触就好了。但是我这样接触，对往生者有一个感受，我已经发觉到了所以我身上随时带着米，只要写完牌位我就放米，跟这个生病了加一颗甘露丸，旁边要放一杯水因为经幡奏起。我都随时准备好，因为这是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对他是一个对他有帮助。再来这些米，我会跟这个往生者说：“你吃完了，我又替你布施，窗户打开，布施给法界众生。哎呀，你功德无量又让他感受到那种慈悲布施的，我替他喷水我喷给法界众生，功德给你。除了给他滴一滴水，外面也给他喷水。”就像我这样， 我拿钱给我妈妈，我妈妈说不用了，我说不用，好不用，我用你的名字去帮助其他老人，她就高兴了，这样但是我要让她看到有这个东西，因为世俗的就叫世俗的波罗蜜，还是要跟众生之间有一个实际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等。那当然这些各位可以不断的练习，因为菩提心是承担所有法界众生的责任一直让他们离苦为止。为了如此，我必须保持菩提心。虽然我们还没成佛，但是菩提心就是跟佛，菩提心就是佛的心，用佛的心来做事情。你用佛的心来做事情，你就得到十方诸佛共同的加持，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。再大的问题我都不畏惧，那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扭扭捏捏，自己的脾气，自己的烦恼嫉妒看到别人好自己就不舒服了。就像一个女孩子，她看到她的先生跟别人讲话，她自然而然升起她的强烈的嫉妒心，而不是菩提心她自然的，那这个就是自己要去降服了。因为你认为这个是所谓刚刚讲的见机，是我认为他不应该有外遇，你不能有这个想法。我认为他要忠实我，你不能有这个错误的见地啊。我认为我这个身体可以活着，不会得癌症，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。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你错了。癌症属于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出家人，包括吃素的人
所以变化无常，这个都是很容易的。就像我第一次，我人生第一次去一个大公司上班，很认真。结果那一天他们打电话叫我提早回公司啊，我才发觉所有的人，包括那时候的经理，包括我最好的同学，因为他我才去那边的，因为他说我不去，他不去，我只好把我很好的工作放下去帮他。一回去叫我把手提包交给他们，干嘛？你是个间谍啊！经理说，泰国公司现在开除你，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带，就出去。那我还问了同学，那你呢？我不跟你讲话。你看啊，每个人都变了，这个叫无常啊。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，哦，这个世间越努力哦。当然后来我想这个事情，这是我福报，因为这一家公司，我一个月帮他拉了将近200团泰国，因为我觉得泰国很穷了，我想尽办法找团给他们啊，让他们希望富有。但是后来想一想，这是错的，因为这个200团都是去造业的啊，都是去造业的，所以三宝就来给你一个无常。所以当时候你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，但是事后你会觉得这个叫三宝的价值。那我只是做一个比喻啊，就是说今天你回去了，门给你锁起来，你家的工人说对不起了，房子变我的，我名字改好了，你要说好啊，那这些状况请你要接受，这个才叫正知见，见地万法无常，诸法无我，万法虚幻的，一切唯心所现，你不要被他拉走啊！你要恢复清净，所以只有悲心。那这些你要把它，所以可能各位在做事的时候，必须从做事利他的过程找出自己的缺点、不圆满的那一部分，这样你才没有浪费你在从事利他的过程里面。你可以找到缺点，更能够学习别人的优点，所以你明天会比今天好，后天会比昨天好。你要一直，这个叫淡念无常，胜悟放逸，要精进。因为这个世界啊，少数人真正在发菩提心啊，少数，我们愿意担任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分子。但是如果就像台湾就好了，台湾如果按照佛经有一个真发菩提心的菩萨，这个台湾就不得了了。在经典上，菩提心的力量啊，你供养10000000亿阿罗汉，你还不如供养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一口饭，不分在家出家。所以我想，就是各位你要去承担这个菩提心，那从菩提心里面再来要求自己，叫半世禅修，现在叫观修。所以半世禅修藏传没叫没有，经典里面才有。你要把观修的菩提心用在利他的事业上，去成就万事，万行无愧。那各位在做事的过程，千万不要要得到别人肯定。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得到被肯定，你只能讲他好，不能讲他不好，他没进步的空间了。甚至一人做大，对不对？就认为你不要看到这是我的专业啊，这是我的工作啊，不然我不干了。你找别人干，你就惨了啊。所以这个心态就是很可怕的心态啊。那各位这一点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，就像我处理人家婚姻问题，太太都过，这个家如果没有我，他早就死了，他怎么可以背叛我？我说，他可以背叛你的，这个家不见得要有你，你搞不好离开了，人家过得倒很快乐，啊，但是一般人他没办法，这个就是没有真实的修处理性，因为他还有所执着，所以当然讲到这个。因为你要实践真正的菩提心，连这个都要把它去除掉，
所以你必须要去检查你的起心动念。当然，仁波切讲了，所有的念头，那么都是妄念，但是你也不用怕，也不用执着，因为它本体是空性的，啊，是法身，好好坏坏，都只是一场戏，我心里所现的，就像你做梦，对不对？梦到很恐怖的，真的你下地狱也是一场梦啊，也是一个心态。当你心态一清净了，地狱就不见了。当你心态来对立的时候，它永远都在。所以这个对立，跟事情跟人对立是最恐怖的心态。但是别人找你对立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对立。千万不要怕对立，也不能怕面子、失败、成功。你要把这个恶缘的消除掉。那我想讲到这个禅修，为什么一直强调在利他里面和达到这个？因为大乘佛教离开利他，你这个禅修意义没有嘛？啊，但是在慈悲利他的时候，不但自利又可以利他，在利他的时候，你又完成了自己消除我执，啊，升起责任感，发起菩提心的时候，还可以达到真正的空性，啊。那简单的来说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他就告诉我们这个：你用菩提心为因，你就会达到上品的果，成佛的果。但是你要深入经藏，因为你才知道怎么样帮助众生的方法啊。所以，因为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而且最后一句话最好，劝进行者，我们要有那个责任，千万不要。各位有，我们有这么多中心了，我很担心一点，就是说我们中心自己在成长，但对邻居左右对外在没有在推广，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的信徒多跟少，而是邻居左右整个县市上他们对佛法的学习程度如何，你要去关心啊。比如说道场在屏东，那整个屏东是我们的管区责任区，而不是我们的道场，啊，那当然站在菩提心不是屏东，而是整个法界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也应该保持这个心态，时时刻刻希望，不要保护自己的贪嗔痴我慢啊，要打破它，这个叫不杀哦，你要发露，愿大家加持。全部人告诉我，用你的方法告诉我，我的问题在哪里，我执着在哪里。当然这里面各位要有柔软心，就是说当别人跟你说，你要很柔软虔诚感恩的接受，不要弹回去，不要置之不理，那别人就没有进步的空间，所以除了自己努力的按照经典来观修，三十七颂来观修，仁波切的教法来观修都可以，但是时时刻刻接受别人的引导，你做的越大要越谦虚啊！你要做越大，你就越不能够接受别人，那就比较痛苦一点。所以因为我们一定要找出不圆满的那部分，因为你心圆满了，你所做的事情才圆满，所以按心按照佛法，乃至佛陀在你心中，那就更圆满去做这些事情。好，所以我简单的做一点点报告。刚刚有四个字也很好，这是密乘的重点，恶地双运，它叫双运双运啊。那各位要现在真的网络很方便，你就有些问题你不要在这边问啊，名相你不要在这边问。因为就像今天多杰老师，这个要问的是这个法怎么修行，这样啊，冥想的问题，你网络一打进去，它就出来了，啊，你要自己花点时间去看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把整部的佛学词典融入在你的电脑、手机里面，一打就出来了吗？要花点时间，啊，就像今天一直提世俗啊、圣义谛啊，啊。那你要真的要负一点责任，因为你是法师。我再强调，
我们出家人，你是法师，你必须专业，不要讲个人的想法。就像一个律师，他要讲的是法律，不是我觉得你可爱一点就判少一点，钱给我多一点，不要判啊，凭感受在做事情。那我们居士大家也在推动佛教，办很多活动。如果本身对法没有政治正见或悲心具足的话，也会扭曲佛教。所以因为我们已经在操作佛教，操作佛教不分在家出家，因为已经影响到这个世间啊，我想我们就必须在真正的了解自己有没有菩提心，有愿不愿意再修行，还是我只是为了一个被尊重，乃是一种占有欲，一种好像有在做事啊，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发心，反而会有障碍。所以对我个人来讲，宁可不做，但要做一定要符合戒律菩提心，不然不要做啊。所以如果做的是完成世间法，那就像我一样，老师在海外有很多地方是用我的名字去得到他的经济，或是他买房子，或是干嘛，我们都心知肚明，因为他不是为了真正的利他，他只是利用这个名字，他可以招来很多信徒，可以增加他的寺庙道场个人的想法。当然我还是不会太排斥，我会慢慢跟他给他几次的机会说一说，我不行不行就放下吧。所以那这一点当然我们自己动机调得很正确吧，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，为了让众生成佛，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，将会好一点。所以如何让自己进步，而且不要执着地方，不要执着场所，不要执着人。因为有时候我跟哎，你们两个三四个要不要分开？哦 ，no， 不能分开，分开不能走啊，那会觉得很痛苦。所以当然有时候如果真修行的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。啊，人事物地点都不能执着，哪个地方可以发挥可以利益众生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所以这样比较符合真正的出离心啊，才可以找到真正的生命。刚刚讲了法身啊，但是里面你必须从烦恼妄念里面去找，因为不对的里面可以看到对的啊，所以超越这个对立就找到绝对，这个意思。好，各位你们要自己发表吗？不过仁波切发给各位这个，因为跟我们平常翻译的内容多了两个字，那你喜欢哪一种都无所谓，那至少在这边先用这个，因为我们要的是重点，不是那几个字啊。那多学一种唱诵方法，也可以多度一些人啊，那这是我的习惯，在这边我就用这边的方法，就是如此吧。就像慈禧功德会有时候找我去，我都会去，因为我想的是我不是要得到信徒，我没那个想法，只能说慈禧信徒也是像我们父母一样，我现在是个出家人，我比较自在一点点，我应该把这个自在给他们，这样不分他是哪一个，包括印度教、道教各种宗教，你要随顺他的方法啊。这个外在的思想不离开真理就好，但是目的呢，千万不要有一个拉信徒的想法，为了经济拉信徒，为了面子，或者为了做给谁看，这个都不需要啊。就像说，各位在这边上七天，这里面多了一个菩萨，那这个社会，诸佛多欢喜，多了一个菩萨，那是谁都可以做到了，愿不愿意而已啊！你要给自己说，我愿意，我可以。你不能说我会的再来。很多人有这个观念，我说你不要找我，我不会。你都很厉害，知道你不行了，你怎么不知道你行呢？啊，你把妄念当真当法身了，你认为你不行，
因为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哪一个不行呢？啊，所以各位要有这个伟大的见地，承担诸佛的事业。因为佛是已成佛，我是未成佛，这个叫菩提心，菩萨戒。找到自己的金刚光明宝戒，这是本质具足的。但是你要去维护它，就是不要生气，要孝顺，要断恶修善，你就可以维护它。那当然，首先你要认识你自己，原来菩提心才是我们的本体生命，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。以前的自私、贪嗔痴、我以及我所，那个是妄念，假的，害你的冤敌在这边啊！你就不要认错人。所以这一点，各位要很肯定，去跟自己说这一点。所以我要随顺菩提心啊。就像仁波切讲了，身体可以死没关系，菩提心不要败坏掉，因为菩提心才是永恒真实的生命。那当然就大家在一起要分别，就是说当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，对方已经有一点烦恼退转，你要提醒，哎，这个离开菩提心赶快拉回来，你这样去提醒你自己，也这样去帮助别人啊，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鬼犯了啊，皈依法就是一种慈悲心、菩提心，这你要去实践的。但是你没有透过事情，就是说，就像你请一个公司职员，你没有透过跟他两三个月做事，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嘛。啊，他是自己要透过两三个月的做事来认为是自己到底是什么人。啊，你可以做到什么阶段？所以我父亲从小会说，你进到一家公司，你就准备要做总经理，要有这个想法去努力。那总经理再来，那就是老板。当你有资金的时候，你就是老板。但是你要努力。我父亲给我这个教育，我也真的很努力。啊，这是我的基因嘛，我凡事一定要做到最巅峰，就是老板旁边这个人。但不是踏过别人的头啊，记住啊，不用心机啊，是努力的、高效率的、短时间去完成。所以，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要养成这个习惯，所以你要经常观修这个四无量心。这四无量心不是说我去爱众生，是我就是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怎么样圆满无碍广大灵感的去帮助众生，我就是去帮，要叫观啊。所以每一尊佛菩萨都用这样的去利益众生，你要习惯这种利他之心，就是佛心，用佛菩萨这样虔诚啊。那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，你自我的这种妄念，刚才讲贪嗔痴就会消除掉，不能用想法做事情啊，不能用自己的，要把自己交给你念阿弥陀佛的，你念观音的，你念度母的，交给他。每天形象而在看。不过我们蒙山师使有一句话，直下承担啊，你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你不能说他不是你，你要让他跟你合为一体，南无圆满的敬未来际的生命，而不是你自己，愿所有众生都跟我一样归命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圆满的大悲大智。那现在在实践，你要一直提醒自己啊，所以事实上诸佛是一体的，只是为了方便显现，就像颜不一样颜色一样，所以这是一个方便。那你对每一尊都是一样如此，所以女生喜欢女相，男生喜欢男相啊，那都可以，但是你要跟他合为一体，这个叫住。总持他的一切，你念他的心咒，就去做他的行为，去帮助众生。那必须各位这样经常以做事的过程里面，刚刚讲了，你是个医生也好，你是个纸盒包装也好，你是个接电话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我已经在跟你用佛的话在，我因为我接电话，我就可以跟你，那保持正念。那我为什么要跟你用佛的话？因为悲心，我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，
更要帮助你解脱成佛，你用那个心去跟他说话，任何一个动作没有贵贱之分吧，啊，那这个叫老实的虔诚的信心。当然在藏传佛教是把它浓缩在上师一个人身上，因为上师是活的，你比较容易学，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是不容易的啊，但是不容易，好在我们汉人对地藏菩萨、对观音菩萨很信心很足。那我们这一派的还对不动佛，各位来拜不动佛、宝寂如来、无量威德很信心很足。OK， 啊，那你要抓得很紧，抓得很紧。所以，那这个紧的目的是要利益别人。那因为这样用这个去做事，去帮助佛教，啊，去帮助众生。那我想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，所以老实说我现在需要更多有开发能力的人来大家承担这个任务，因为我们这个慈悲字业既然用慈悲这两个字叫大慈大悲，就要永不间断，法轮常转，死了再来，所以当然各位死了赶快先上品上身去净土，还可以早来，因为这不是为谁在做事，这是我们共同归命菩提心啊，空性的菩提心，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。好，回向，哎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回向法会内外所有众生亡魂，个人身上各种冤亲债主，有情亡灵同享功德。嗡阿吽，嗡阿吽，嗡阿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还有交代一点，眼睛看过去马上嘿，山神谢谢你，这样树神、水神、土地神啊，虚空神、雨神，刚刚下雨了，你要一直跟这个世间，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，你可以他可以，要合为一体，要做到自他无差别，融为一体啊。那当然跟三树合在一起很容易，对人你就不愿意，这个讨厌麦克风恭维，那是你的分别心，你要开始想办法跟对方关心他融为一体，关心他跟他微笑啊，亲切的问候他，跟内心不断的祈愿祝福对方，就像我们祝福仁波切，因为很容易祝福，因为他年纪大了，希望他更健康，希望他弘法在全世界，你很容易去祝福他。那一即一切以对仁波切的方法，或者是对佛陀的方法去对待，哪怕一只小蚂蚁众生，虽然这边不能做大烟供，一看到烟雾，我们做了几百场了，对不对？标准是将近150,000场的烟供了，在国际完全融入嗡阿吽啊，然后这些花草树木都得到利益，所以要让自己利用这个环境找到你自己。每一个环境都让你证入空性，证入法身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快乐，就像各位你刚从阿尔卑斯山回来，你刚从极乐世界回来，请问能不能把快乐给对方？还可以给对方这个快乐。所以这几天各位要认真一点啊，回去以后做成绩表，对方看到我有没有一点快乐啊？有没有一点感千人迫切的味道啊？所以这个是要给自己一点精进的力量。好，阿弥陀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
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